everyone, I just came across a very young lady participating in this event. Let's have a chit chat with her. 我看了你今年多大了？我十六。哦，十六岁大概是我看到的是最年轻的参赛选手了。你现在的心情怎么样？很好。你是刚学习这个刺绣吗？还是说学了有一段时间了？学了有段时间了。是大概具体多久呢？一个学期。那当时为什么会想学这个呢？因为我们从小在家里面看到自己的奶奶嘛，然后看到她学，然后自己也喜欢，然后就在那个学校里面跟着老师一起学了。那有想过说将来以这个为职业吗？想过，因为我们学这个话，明年就出去实习了。实习的话，还要过来升高职，稍时候就继续再读这个专业。那就是从小看你的长辈去做这个事情，然后到自己亲自的去学这个事情，那心情有什么样的变化吗？心情感到很好，为这个非遗的传承感到很骄傲。那你本身就是对你这个民族对这个一些手工艺是怎么看待的呢？我觉得呢，手工艺在未来的发展就一定会很好的，因为这个现在的时代不是很多女孩子就去喜欢学的，现在的女孩子都大部分都是走向那个计算机啊、会计啊、餐饮那些的。没有。然后你可以给我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吗？可以，这个不是牡丹花吗？牡丹花的话，它用的就是那个破线绣，破线绣它用那个插针绣来绣的。然后呢，这个蝴蝶是就是代表蝴蝶妈妈的意思嘛，就是多子多福的。那这个破线绣是你们地区独有的吗？也不是，反正我们学的有，锁绣、长线绣，还有那个，插针绣这些，反正有很多的。那为什么这次比赛用了这种针法？这个是你最擅长的吗？也是自己最擅长的，还有那个锁绣也是自己最擅长的。那这个的这个整个这个作品的这个图案是你们传统的还是说你这次创作的呢？是自己创作的，因为传统的不像这个，传统的比较古老，古代的。好的，行，那谢谢你的时间。不客气。